借由承担佛事道务，跟人家协商、协调、沟通事情，跟人家配合共事。有的人说，我这个人个性做事啊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全包，我负责做得好，挺不错，挺有能力，挺有气魄。但是你这人只要共事就不行，那也不是真的很好的角色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人只能自己做，不能共事。所以实在讲啊，就是你肤浅，你做不了几件事。你说我这人做事，我就是不要跟人家协调配合，我要么都给我做，累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承担，我包了，你做不了几件事啊。你能力大得过佛陀吗？一佛出世，还要千佛拥护呢，你做得了几件？是不是？一尊佛，一大士因缘降生在娑婆世界，要来说法度众，他还有诸天神圣、八部圣众，还有这个山神啊、地鬼啊等等，要来护持他呢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，你读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后面陀罗尼品，是不是？你看起来，从四大天王开始在持咒，要来护持这部经。谁敢来恼害讲这部经的法师，我这个咒语就去调伏他。你看都是谁来持？哦，有四大天王了。夜叉、罗刹、天神啊、地鬼啊，通通都要来拥护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他为什么要来拥护你？你过去生没有跟他广结善缘，他怎么拥护你？那过去生广结善缘怎么修？你现在就要跟人家协调配合了啦，不要再搞独行侠了啦。不要再个人主义了，看不到自己的习气啊，啊，孤傲啊，孤僻啊，你做不了几件事。你说像刚才不是宣导，现在春天了，春季铺书又来了，大家要把这些佛经善书跟十方大众结缘，哦，到各个阶层。分很多的路线去广结善缘，去了自己的善愿呢，对不对？我来，给我一条路，或给我一个现世，我来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是你来了，车子载了，载自己换机车，自己搬箱子，哇，体力很好。那有一天你闪到腰了，哎呦，师兄扶我一下，麻烦帮我叫个救护车。哎，你不是都你来吗？自己走去医院。做不了几件事，我们能做的已经太有限了，对不对？改改自己的个性习气，圆融一点，随和一点，发个佛书你都不一定不为交文啊，就发的可能就不是很平均很圆满了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层面呢？你当然就做不好了。所以要常常看到自己的问题。你说你现在做佛事的时候，只修德要修万德，行持要行万行，对不对？